是叫我，他说我是你，这好像这个没毛病。你们就想看我，刚才开口了，兄弟。来了，兄弟，非常非常漂亮的洞口。哎，像这样的鱼啊，给它口有力道，打的就过瘾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给看漂相，还是看那种比较有力的钝口啊，就打它还是比较刺激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鱼多大啊？哎呀，抄网也没带。哎呀，我看看，这个成线的话，你拉鱼的时候啊，有点注意啊、哦。来，三二一，走！好漂亮，啊，漂亮！一尾鲫鱼啊，来，小鲫鱼，非常非常漂亮。